这个《乡村爱情七》呀，要在我们乡里选一个群众演员，哎呦我的，4000多人报名啊！你说我们前院卖鞋那小寡妇，说啥就想演谢大脚，还有那老侯爷那老二，你说满脸火疖子，想演刘能，也可以试，那接着出头可不刘能了，这就。哎呀呀呀，累死我了！哎呦我的天哪！哎呀，我的最爱呀，好多天了！哎呀，快看看看！哎呀！啊，看我！哎，媳妇儿，你干啥整那大动静啊？那是你喝的吗？啊，80块钱一桶啊！你干啥呀？你长那高档的嘴了吗？我媳妇儿，你咋真说话呢？这么大一副到眼里是80、800，我也能喝起了啊！你那心咋那么大呢？你是啥副导演呢？哎呀妈呀！就那村长喝酒喝多了，封你个官儿。你说你还拿鸡毛当令箭了，拎着破玩意东照西照的。你说家一天啥活也干不上，嫁给你都倒老血霉了，累死累活的，啥也……哎呀，我跟你憋老气了。你说你姓那个姓还姓屈？我媳妇儿，我姓屈咋的了是？你知道字咋写的不？咋写的？尸体的尸加出殡的出。我媳妇儿，你们真狠呐！你是直接往死了跟我说呀、啊、你？我要说死你还好了呢，关键你也不死啊！哎，加啥活也指不上他。好不容易说那上回了，不让我说那啥没货了，帮我去进货去了啊！进了，你们农村人吧，就愿意喝那个扎啤，经济实惠。你看人这老大哥进这么大一泡，卖谁去？你要过期了卖谁去？不是，要你上货时我跟厂家说了，咱卖不了可以退回去，我跟他处可好了。退呀、啊！你都喝了卖谁去？退谁去？啊？退谁去？你长心了吗你呀、啊、不是媳妇儿，实在要是退不回去的话，我就求你得把它赐给我吧，是吧？我就吃一口。那心咋那么大，你还要喝？来来来，媳妇儿，哎呦我的去，哎呀呀，你把80块钱还给我。你先还给我，你讨厌，你赶紧还给我。你别急行不行啊，我给你找回来不行吗？是啊，你咋找啊？那80块钱呢？哎，媳妇儿来人了。那是人吗？应该是，哎，这小子在现场我看着他呢，配合媳妇配合啊！我咋配合呀？配合，我咋我配合？你还喝？你那心咋那么大？配合。嗯、哎，哎，那个同志，哎，叫你呢？跟谁打招呼？有点礼貌行不行？谁是你兄弟啊？我跟你说，真不乐搭理你。哪有你这么办事的？那现场这搞选拔，你这谁都没说不行，就你在这不行的。你这人我真服了。走是吧？咋的？你走是吧？咋的呀？走别后悔啊！哎，我说实话，我人生当中真不想有什么后悔的事儿。我跟你说，你刚才在现场的时候，我给你使眼色没有啊？我给你打令了没有啊？你使啥眼色了？你打啥令子了啊？你就告我一句话，玩去。我是让你拐个弯去，你看你拐个弯上，我就跟过来了吗？也是，不对，那好像是你先到这儿的，我跟过来的呢。不是，那我不得过来先布置会场吗？是不是啊？不是，你布置会场干啥？跟我来，那个摄影师来，佳琪姐来，各部门注意，各部门啊，来灯光注意。在哪呢？各部门啊？不是我是摄影师。摄影老师好，来，是这么个事儿啊啊，这个《乡村爱情七》呀，要准备招一个演王默生这个角色。不对，王默生有人演的挺好的呀、啊。这次拍是《乡村爱情七》加长版的，那王默生圆脸不行啊，只要你一进来，哎呀，那加长了。
妈呀，加长版是这么来的、啊？对，哎，那我还高清版的呢，我。哎呦我天！对，真的假的，副导演啊？对。那啊，我这么的，你给我两天时间，我王木生我增肥行不行？那不又整回去了吗？增什么肥呀、啊？王木生，你口条你明白吗？要那个状态。哎呀，来试，幸福来，我有点紧张。是，哎呀，就是赶紧。王木生得有状态。对。听小萌是个好听。哎，你这个演员很有悟性啊！哎，出来了！哎呦，不错！哎呦，来，过来，来，把机位调一下，来，机位快！啊，这头啊，来，坐，是这么个事儿啊！啊，你呢，在这里要去王木生啊，思念小萌，思念小萌，在这儿呢就喝这个啤酒，喝啤酒，相思酒，反正要有一饮而尽的那种啊，一饮而尽，这是我过来给你搭戏。我说小梦找你，你问我在哪儿啊？我说在北大街南头。然后你像狼狗的速度冲出去出画。狼狗，哎呀妈，太有画面感了。状态，太有画面感了。啊，可以不？可以。哎，对，你现在找状态啊？我自己来。哎，好。哎呀，好，慢点啊。这状态，导演勾引的好啊，导演。不是指引的，必须啊。我自己来，导演。好。哎，莫过了，喝。好，鼓溜着好。好，张不张啊？来，啊，这个现在找状态啊。好，来，预备，张。好，太好了，相思。好，哎，太好了，好，小萌找你呢。哦。小萌找你呢，在哪头？南大街北头。停！停啥呀？错了。没错呀。错了。错了。没错。我刚才没出话。你咋没说话呢？我说我没出话。是啊，你这不正说话呢吗？导演能换了自己的状态不？对，快！我说刚才没出，没说话。没说话。不是没出话，哎，对，哎，啊，你没像狼狗那速度跑，对呀，跟那状态吗？哎呀妈呀，就怨你！再来，导演讲啊，你听我说啊，你现在这个必须的状态，听见没有啊？我是跟你说啊，如果你要真不行，我要立马换人，听见没有？不，我求你了，不要，这个机会，这机会很难得，你知道吗？你能上那戏，我的天哪！老师爷们看我家里看是什么感觉？求你了，力多少了？求你了！我给你再给我最后一次。状态！好，状态好。相思。那个，这回你喊预备开始，我别我分心啊。啊，行。好。我喊预备开始是吧？哎。那个，你准备好没？准备好了。啊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来，小萌找你呢。来，小萌找你呢。没喝完呢，爷。你干啥呀？你那么着急呀？哎呀，真是！导演啊，导演，我爱你，是我错了，是我的错呀。不是你没错在哪儿的错啊？喝慢了。你不但喝慢了，状态不对，你知道吗？撞！导演，这你能不能再给我？你还行不行？我行。我跟你说，多少人的缺着演这个角色，知道吗？啊，导演。你再给我一机会行不行？我跟你说，我权力可大，知道吧？别说你这样，我哭出说踢。对不起。那制片我说踢他。对不起。啊，有墨，哎，好。这导演，你上我这洗手来是啥的？来吧，那个来吧。是，对不起，摄像老师，这回一条过，一条过。没事。我跟你说，最后一次机会，听见没有？啊，听。状态好，咋样？行不行？行，不行换人呢？不行，真行是吧？真行。好了，来，走。没事，你缓一缓呢。不是，马上开始。来，准备好没？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嗯。哎，把酒钱要了。他没点状态，我咋要钱？别要钱！你干啥呢？你快点！好，小萌找你呢，在哪头呢？在北大街南头。挨哪头？哪头？哎，
说呀？不是这词儿，不这词儿，不这词儿。爱在哪头，在哪头，让他上我这头来。不是上你这头干啥了？你说不是？不是，上我这头来给我送点串儿啊！不能那么干喝呀。来不来我这头他来不了吗？这出去来了。来不了我这头，对不起，出话了。哎，你别出话。哎，这姑别录，憋不住了。哎，你别，哎，我完了，咋整啊？钱还没要着，人还跑了，跑哪儿去了？北大街南头追呀。哎，像狼狗那么速度的追。哎，好了。